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深度报道》，我是叶炳伦。这几天全台湾的气温呢，明显的回升，感受到呢那一份这个春天的一个暖阳，非常的温暖。那不过呢，此刻啊，我们再放眼天下来看看，在这个时候的欧洲，可以说呢，依然是一片的大雪纷飞，依然是冰天雪地的一个寒冷。那到处都是大雪覆盖，从东欧到西欧，甚至到南欧，四处呢农田被厚厚的大雪所覆盖，河川、瀑布，甚至是海面都结冻，那连船只都动弹不得。所以，不管是在意大利、在俄罗斯、在土耳其，去年才遭受到这个地震的一个摧残，那现在还有7500多人是无家可归，而现在呢，又降下了这样一个豪大雪，对这些无家可归的灾民来说，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而在罗马尼亚，也有至少52个村落呢，现在有3万多人是被困在这个他们的村落当中，因为大雪呢把交通完全的中断，所以他们完全是与世隔绝。那他们的粮食啊、物资啊、能源呢，都几乎要用尽了。那令人非常的担心他们接下来的安危跟处境。而在南欧的这个科索沃，同样也是如此，因为整个这个大雪覆盖啊，甚至造成雪崩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至少有7户人家就在这样一个雪崩当中呢被掩埋了。那就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呢，她奇迹似的从雪堆中获救出来，但是她的全家人都在这个雪崩当中丧命了。那他们的家就是被埋在我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10公尺深的一个大雪之下。那救援人员呢，花了10多个小时挖掘，后来才把这个小女孩给救出来。那她依然是一脸的茫然，赶快送到医院去抢救。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担忧啊，到底这个欧洲的这个大雪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一个气候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那我们更是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因为不要想说哈，欧洲好像离我们很远，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光是在台湾，就像今天早上5点50分的时候，在花莲也发生了一个瑞士规模3.6的一个极浅层的地震，所幸是没有造成任何的灾难。但是呢，上人提醒我们还是要戒慎虔诚，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每一天、每一个分秒、每一个当下，我们就要心怀感恩心，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聆听上人的开示。一大早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好有福哦！在5点50分呐，这个时候，在秀林乡啊，就发生了这个规模3.6的地震，大家都没有感觉哦。要说感恩呐，的确，让我们这样的平安呐，所以我们时时都要说感恩。欧洲的大雪纷飞啊，还是呢，同样很大的雪灾，大雪不停止的迹象，然后这都是感觉到这么长的时间呐，人呐，生活在这样的冰封啊，这个冷冻的世界啊。那样的感受啊，应该呢是很苦哦，所以我们要学习呀，时时都要戒慎虔诚啊，要很虔诚的祈求天下无灾呀，岁岁年年哦。当然，这都是要人与人的心呐，要好好的调伏好。什么样叫做人心调伏好？也要有听得到、看得到、感受得到，才能真说出是人心调好。的确，就像上人所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知道人心有调好呢？那就是要让人家听得到、看得到、
感受得到。所以最近上人不断的在强调，我们要来推动爱与运动，那就是呢真正去身体力行去落实四摄法，那就是布施、爱与力行跟同事度，尤其在我们的四大职业之间，在我们人与人之间都要发挥这一份的爱与的精神。什么是爱与呢？那上人说啊，就是好话相对，爱与相受，那让人家呢听到你的话就觉得哇很柔软很欢喜心，那自然呢他们就会把你想要跟他表达的听进去，听入心，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牵引人，才能够教导人，能够影响人。那除了这样子的爱语以外呢，其实更要身体力行。所以啊，我们口说好话，接下来更要身行好事，自己做典范，才会有前后相随。那因为啊，慈济的队伍呢就是这样子的浩荡长，而且非常的美。它的美是来自于这个队伍的和齐。怎么样子才能够队伍浩荡长又和齐之美呢？那就是要身体力行，做典范，自然就会有人跟着你，跟着我，大家一起来做。所以啊，这种的音声相合，自然我们用好话来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好话来回应给我们。就像这几天在静思精舍所举办的这个医疗核心共事营，针对这些医学生，他们准备要进入到慈济医院开始进行这个住院医师的一个生涯，那这两天的一个密集的一个核心共事营呢，在静思精舍就许多的长辈，许多的医疗界的师长，他们呢就全程的陪伴，然后用他们的爱语，用他们的经验分享跟传承，来和这些这个这些准医师们呢，跟他们呢来做加油打气，也跟他们勉励，我们要佛心施志，怎么样子来为这个医疗的志业来承担。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接下来这段影带。认真的听讲，台下36位花莲慈院的医师们，利用假日在静思精舍展开核心共事营，不但要深入慈济人文，也要更了解慈济医院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医疗价值。再忙，你也要跟病人做好的卫教；再忙，你也要倾听病人的声音。所谓身教胜于言教，影响到你周围的人，那么这个周围的人，这个我们慈济的团体这样做，又可以影响到我们整个医界这样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志业环环相扣，让年轻的医师们体悟到，在慈济医院里，不止医病，还要医人、医心。但愿我们人人啊，好无碍这个宗教啊。可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无私大爱，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慈济医学中心不只抢救病人的生命，还要守护人人的慧命。这群年轻的医师选择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华联服务，未来也将贡献所能，传承慈济医疗的精神，成为守护生命的磐石。我们看到我们医疗界体的这群长辈们，这群医师们，他们这样子的用爱来陪伴这群年轻的医生，希望把他们所学习到的、所走过的路，这样子的毫无保留的、完完全全的、无所求的、无私的、完全的传授给这些这个未来的大医王们，真正能够把那份的慈济医疗人文，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来打拼。所以上人在自贡早会开始当中看到这种的师徒之间、师生之间的一个在医疗界，在我们的医疗事业当中那份的浓厚的一个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欣慰。那这也是因为他们身体力行所做出来的典范，说到而且身体力行做到，才会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幸福，而且一起来追随。我们接下来就用恭敬的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始。自古以来呀，圣贤如何呢？在人间立典范呐、啊。佛陀也说啊，我们呢，处以无为之事。好、哦，这好像听来很深呐、啊，其实呢是很简单，就是很用心去做，做了以后不执着。不会积功啊，就是要为了教导天下人，要以身作则。他就是用心去做啊，而专心做，如何呢？引导人人呐、啊，上了人生呢，人伦道德的典范，他能做到这样，但是呢？不积功，
这就是处无为之事，哈，处的无为的代志，哈，那就是做，尽量做，就是要做得对，方向要正确，但是做了以后呢，没有积功的，这就是无私大爱，不执着，付出无所求，这都是我们平常说的。说到了，有没有做到呢？看我们的慈济人都做到了耶，大家都是做出了那一份呢，用心付出，而且不积功，人人都是那样的平等，那样的缩小，哇，做就对了啦，这就是呢，已经呢做到了圣人所做的品格了哈，所以啊，身行典范，行不言之教。那你心呐、啊，行哈、哦，心行啊，那家己伫咧行的路啊，自己所做的事啊，都是呢立典范，行在典范中啊，而不言之教。唔是干那吼，自己干嘛吼，直直念，直直念吼，啊，干那讲真多啊，做未到，那就不是典范呐。你讲的太多，说的真好，但是自己没有做到呢，那就是无法教人的。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做到身这个身呐、啊，能行。典范，你家己真正做做啊，让人感动呢，那就是呢为人典范吼。这唔免安怎讲为，就如昨天呐、啊，我们的花莲医院医师核心共事营，也就是新传营呐、啊，前天到来，昨天人员呐、啊，昨天早上呢，不也听到了梁主任这么说吗？好话不需要说多，那简单几句话就可以做典范呐、啊。你看，就是这样。人人都是以身作则啊，那么这个资深的医师呢，都是为年轻人立典范哦，行不言之教哈、哦，这都唔免安怎讲，就是你辛苦安尼做就对了啦，这呢就是不是一直在伫咧电话做偌济哈。不需要。总而言之呢，这都是呢最好的教育啊。的确，身行典范，行不言之教，这个都是最好的一个度人、引导人的一个方法。那就像上人所说呢，我们以无私大爱，付出无所求，做该做的事，做对的事，方向正确的事。那当我们真正做到的时候，又能够那样的谦卑、缩小。平等绝对没有任何的居功，那或者是共高，那总是觉得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事，这份的情操，这样的一个典范，其实就是能够这个接引人，能够吸引人一起走上这样一个人伦道德的一个正道当中。所以啊，上人说呢，慈济人都做到了。真的都做到了。我们放眼看看，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尤其在这个时刻新年的一开始呢，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各地在举办新春的祝福的活动。那新春祝福的活动呢，无不就是希望借由这样一个场合、这样一个机会，来人间菩萨大招生，真正把爱的种子再更撒播在侨居地的各个角落，那让每一个种子呢都是更深根的来发芽。比如说在澳洲，我们看到澳洲呢。每年也在这个时刻都会举办这个新春祝福，尤其是在侨界。那慈济人就是那样子的谦卑，那样的缩小，去承担起环保、护地球、护大地的这个活动。那在现场呢，就是这样子默默的、不鞠躬的、非常缩小的，就是呢这样子的，用身体力行来做环保、宣导环保、带动大家一起来爱地球。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段影带。对一般人来说，垃圾可不是什么好礼物。不过这一群慈济志工看着眼前往来的民众，感恩谢谢，一句接着一句。为了让
上华人商会举办的园游会，环境更清净。墨尔本慈济志工协助垃圾分类。当有人把垃圾放入正确的回收桶，当地环保推广人员大声欢呼，大声歌唱。民众手上的垃圾各式各样，放错了也没有关系。I think everybody wants to do the right thing, but maybe some people don't know how. So it's just help steer them to the right direction to say, you know, 做环保就打地。海内外慈济人同一心念迎新春，做环保不打烊。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可爱，我们看到这群的慈济人呢，因为这样子的身体力行、身形典范的来带动，所以呢无形之中也带动了很多的这些澳洲的白人，他们也一起来做，甚至当地的环保团体人员呢在旁边，你看每当有人分类正确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摇旗呐喊欢呼，那也是给人家用幽默的方式很大的一个鼓励，也让他们呢回到家以后啊，在平常日常生活中也会继续的来坚持这样的一个环保理念。除了在澳洲呢，我们再来看看呢、啊，在北半球啊、各个地方也都是在进行这样一个新春祝福，比如说在美国芝加哥。在这个中国城呢，啊，因为啊，这个老人社区许多的乡亲想要出来参加我们的新春祝福，但是没有交通工具，所以我们也是派了游览车，租了巴士呢，去把他们这样一车一车的载出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而在这个加拿大啊，或是南非，我们也都是啊，利用这样一个场合呢，来进行竹筒回娘家。而在这个南非呢的这个新春祝福啊，更是看到啊，刚回来受证的这个新发裔的委员菩萨们，他们也是上台啊，亲自来做见证。所以呢，总而言之呢，在各个地方都有那么温馨的一个画面，不断的在上演着。上人在志工早的开示当中啊，就告诉我们说，真正我们看到的这些全球的慈济人呢，真的就是在力行圣人处于无畏之事，行不言之教的一个身形典范。我们来恭听这段上人开示。圣人处无为之事，哈，已经呢都是安呢，变成了真平常安呢在咧做。可是我们呢，可以看到啦，在国际间慈济人在做的，那么在美国呢，那可以看到了他们做的那样，不只是华人呐、啊，也有白人呐、啊，所以有福之人呐、啊，勤行善。慈济人呢，他们认为啊，服从做中得欢喜呀、啊。他们在美国呢，也要多造福在当地哦。所以啊，这都是有福的人哦。他们勤行善，都是真用心嘛。从年底一直到现在，还是呢，不断要人间菩萨招生。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啊，新春过后啊，互相祝福啊，这真的呢，就是在广开善门呐、啊，慈济宗门呐、啊，入人群呐、啊，他们都在传我们的法髓，听的，看的。都是呢，很感动哦，这种非常的体贴啦，那么这样的接引呐、啊，还有呢，墨尔本，澳洲啊，他们用行动呢，将环保信息传出去，让人人呢看到了这一群来自于这个台湾的哦，这一群。黄种人呐、啊，这么的疼惜大地啊，这样的用心呢，啊，为爱护的人类啊，他们呢都会很感动哦，他们也会愿意呢，投入哈、哦。所以有一位哈、哦，尼克哈、哦、这一位先生啊，他也是用华语呢，来跟大家分享啊。他投入啦，他感受到啦，他呢能理解到说，跟慈济人呐、啊、做环保，相信呢每一个人
多付出一点点。他说啊，这世界呢绝对可以改变的啦，而且呢可以救大地，没有错。我们所有的一切呢，只要我们肯用心付出，只要我们呢真的能立言，把我们的话讲出去是真的，人人都愿意接受，人人都认为很有道理，那你必定呢要用爱语，那还要我们的身体力行，那这叫做力行，都是力行啦，我们力行啦，我们爱用心啊，那疼惜大地，爱护人类啊，我们凡事呢都是为了利益人生、社会、人群这样的力行，那这个力行呐，我们爱力然，我们爱力行，安尼呢才能立德，那这个人呐、口说的好话，身体所做的好事，那打从内心的诚正信实这样的做，而且呢外形在人群中的慈悲喜舍，我们真正的能这样做啦，很自然呢就可以呢带动啦，人人付出一点点呐，就可以呢改变了世界，能救地球。我们现在的世界呢，真的是都有病了啦，人心有病啦，那么这样的气候不调和啦，所以大地受损伤了，这对人类呢是一种的危机潜伏的。唯有住在地球上的人人付出一点点，就可以呢改变这样的世界，我们就可以呢对地球呢真的可以得救，然后地球就健康了。在这样一个灾难频传、天地告急的时刻，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接引更多的人间菩萨，大家一起来行菩萨道呢？那就是要用爱语跟力行，唯有爱与力行才有可能去立德、立典范。很自然的，当我们呢是用爱语相授、好话相对，那做好事、立典范的时候，自然人家就会跟我们一起来前后相随，那这样子呢就会有希望。感恩大家的收看、深入报道，我们明天再见。